这个频段的话，可以叫我嘎嘎，嘎嘎是姐姐姐的意思哈。哦，嘎嘎。好了，我必姓赖哈，爱玉的玉，彩霞的霞哈，刘德华那个。啊哈，给我一杯温情水。哦，那个他是跟我要的哈。我今天变卖矿泉水，陪大家来走一走樟树林哈。好，那个樟树林早期是我们的那个游戏场所。对，我们小时候，尤其是礼拜六的。礼拜六以前是赌半天嘛，我们都是在这边玩的。面石头是一个石头山，然后凿出来慢慢打磨成一片一片，然后这样子背下山哦。所以每一个都是辛苦，每一片呐、啊。嗯。对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走山路了。我们被摸索就本来叫你们做运动。对。因为我们都是丘陵地形嘛，我们为了理整一块一块的地后。防土石流，我们就会用这个砌石法。来，我们卢凯祖的砌石法有一个要素在，它一定要是公母交错。因为卢凯祖分公石跟母石，公石它质地比较坚硬，母石后它很容易脆化掉。所以我们在建墙的时候，你不能全部用硬的，因为它会怎么样垮掉。如果全部用母的，它又会塌掉。所以你问我是。怎么分我不知道了，那要分工艺师，这老人家的那个功法就在这里。嘿，对，那我们赶快往前走，不然等一下会时间有点晚。可能也是看老人家吧，反正从山上回来，我都会带东西回来，所以。我们早期的石板屋全部都是用石板块跟木子，那个建材不知道要累积多久才可以动盖动房子，所以有时男人因为他夏天工作回来就会带一些东西，慢慢累积那个建材。老师，另外那一条路去哪里的？哪一个？那里。往乡公所。哦。这条路是我们的那个雾台乡的那个行政区。对，它这两段都是公路啊，它是上面的公路。要不要来一下？这背景不错。它就叫大母母山。大母母山。卢凯祖叫法公湾，就是爷爷祖父山的意思。因为对老人家来讲，没错。我们来这里就他就已经在这里了，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啊。然后相对的，它本身是以科学来讲，它是。东方这样照向阳坡度，所以呢，因为早期我们靠狩猎跟采集啊，所以它的那个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，所以农作物种的时候也非常好，所以部落的对这个无限制的恩典哦，是非常感恩的心，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啊，所以这个泥人化的这个祖父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。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聚落是这两个部落也称为雾台乡的粮仓，因为就像我讲的那个科学的那个什么向阳坡地，所以每次种植农作物的时候他们都是丰收的，
所以也叫雾台乡的粮仓嘉木村。那这个是也是新的部落，就是说在日治的时候，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因为为了逃日本人嘛，迁徙的一个聚落。嗯嗯。后来就是说，恢复平静了以后，他们又觉得说，离那个耕作地比较近啊，所以他们就不愿意搬回来。经理啊，各位帅哥美女哈，专业很重要哈。来，我们小心。还有吗？那个。